在佛面前发愿，啊，这个愿是利益众生的，不是自私的啊。今天你希望有钱，并不是要享受。我希望有钱啊，我只要看到穷人，我就可以帮助他。我希望我有钱啊，看到病人，我可以救他，我可以帮助老人院。你这样发愿为众生来发愿有钱，那是可以的啊。我希望我身体健康长寿，那我就可以好好孝顺我的父母，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那可以啊。我希望我脑筋很好，不是设计别人赚钱，这个脑筋很好，我就可以帮助更多人啊，帮他做事，让他快乐啊。所以菩萨的愿，你只要发愿，那利益众生的，那你就跟观音菩萨相应，那观音菩萨就会加持你的愿，让我们都能够满愿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你相信，佛法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你只要你这个愿是利益众生的，那只要你有在修行，佛菩萨一定满愿。就像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说，你只要相信发愿，100%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劝人家念佛往生净土非常慈悲啊，非常慈悲。所以不但是活人你要劝他，那些往生的孤魂啊，多劝他们。所以我经常去教堂啊，其他宗教的教堂啊，在那边念阿弥陀经啊，观想阿弥陀佛啊。你们要升天的就升天，但是去极乐世界更好啊。极乐世界呢，可以脱离轮回，升天是一种享受，那享受完了还要轮回啊，但是至少他愿意升天也好，但是劝他们能够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就没有宗教的分别了啊，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爱的对象，帮助的对象。事实上所报关斋戒最好是不要回家，回家你又看到你儿子，看到你老公，看到你的太太，然后又世俗心又跑出来了，各位谁谁练吗啊，要那个事那个事，心就乱了。所以我们出家人为什么不回家，为什么没有太太小孩，那就没有世俗的想法啊。那各位至少八关斋戒能够如此，所以八关斋戒以后设计好，各位去睡在别人家啊，去睡在寺庙，这样你就不会烦恼。不然你今天回去又看到你儿子又在打电话电动玩具，你给气死啊，你啊，哎呦，看到你老公又不回来，你给气死，这样，然后你心就乱了。所以也不可以刹那时间起懈怠心，要保持正念、慈悲、精进。当勤修六念，紧护八支，各位要内心里面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念戒律，念来世，念如何帮助众生，论念的众生苦，小心保护八条戒律。如果这样去做，恶业、烦恼、不好的习气自然就消除消灭，我们的善良佛性就会打开，纯善本心自然开朗，出世正因，脱离世间轮回啊，在世间不会被世间所污染，乃至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就这样成就了。文殊问经云，世间菩萨八戒者是，所以佛经说，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，所有的神都走在你后面，你脚拿起夹，你的鞋子沾到地上的土啊沙子，天上的神就把你这些沙子拿到天上去供养，持戒的人身上的东西流过的水，天人都要供养，因为持戒的功德。今天我们守八关斋戒，地方上就没有火灾车祸，地方上的鬼今天都不会痛苦，也不会吐火，持戒的人可以影响这个世间。所以世间菩萨，你要做世间的菩萨，要经常守八关斋戒，就会影响啊这个世间净化。楚胎经云，八关斋戒诸佛父母也，每一个佛过去都是因为守八关斋戒进一步来发心而成佛。萨婆多论云，若作阎浮提王，于阎浮提中给一切人民金银财宝，于中自在。就像印尼国王说，我每个人给你们10000条，给你们5间房子，一辈子都不用花钱，
读书、看病都不用钱，都不用上班，哦，我们觉得他很伟大，但是还不如八关斋戒一点点的功德啊！八关斋戒的功德超过阎浮提王，阎浮提王管的是几千个地球那么多，他可以大布施，但是还不如守八关斋戒的功德。所以阎浮提王虽有如是功德，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，阎浮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及一分，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。各位现在也得到如是功德，当增进护护，勿吝毁损。菩萨论云，受八戒者名为净住。各位已经像阿罗汉，今天像阿罗汉一样，没有贪嗔痴，身口意清净，安住在解脱轮回的心态，净阿罗汉住，又名长养。这个长养就是为了成佛的功德啊，为了往生净土的资粮而长养各种善根。所以我们以清净心、慈悲心点灯啊、放生啊、念经啊、拜佛啊、忏悔啊，做各种功德。所以你平常点一盏灯是一盏灯，今天你守八关斋戒点一盏灯变成六十万盏灯，如果你用菩提心、慈悲心来点灯，你今天点一盏灯变成一亿盏灯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利用八关斋戒的时间多拜佛，多去老人院，上午在家里拜佛忏悔诵经，下午呢去帮助穷人，去放生，去做好事啊！每个月都初一十五都这样过日子，非常好。所以而能增长善根功德故，所以各位现在已经得到净阿罗汉住解脱的功德，又能增长善根功德故，成佛的资粮，当生庆幸，如法奉行。我们今天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好不好？让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到无量无边啊，照顾所有众生，脚在地狱上啊，头在极乐世界，六道众生都变成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。那我们也自己要学观音菩萨这样慈悲啊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各位永远记住，我们修大乘佛教，任何一个行为都息息相关的，而且承担的所有六道众生的苦与乐。对上用生命医治三宝，依教奉行，做什么事情要医治三宝，不要用个人的想法分别。每天所修功德来承担众生苦，所以对上发起菩提心，对下发起所有难忍永不退转承担众生苦的大悲心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安住在无我平等，接触一切众生却不执着一切的空性智慧，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关怀，不管你做先生太太，做老人小孩，乃至现在很多天界众生、阿修罗道众生，也所有人类众生，所有三途苦众生，只要有心者皆有佛性。你越想要利益众生，越要懂得净化自己，放下，全然接受，全然慈悲，就是改变世界、改变因缘最好的方法。世界能不懂，一直跟对方斗，一直往外，处心积虑，反而一直造恶业，一直痛苦。接下来请收看《佛心花海》。